子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余力。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。他的好朋友，然后他是我以前打工家乐福的同事这样子。然后他一开始跟我介绍他，他就说这个人呢，他有房有车有手下。然后我就想说手下他是黑道吗？他说不是啦，他的手下他就先贴他 FB， 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 FB 都要介绍他的鸡，然后原来他的鸡就是他的手下，就觉得很好笑。鸡是我的员工，好不好？然後我的员工是很多个，我要管理很多啊，重点都是女生、喔、女员工，女员工占多数哦、喔，男员工才几个。他会工作就是乐在其中。他就是介绍他家鸡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他鸡是为他欢欣鼓舞的。我想说，哇，好少有人可以这么沉浸在他自己的工作世界里，我就觉得深感佩服。老板要去进去为那个员工，当然要员工当然要鼓励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欢欣鼓舞，他才要为他释放，我就觉得很好笑的。他就是还蛮可爱的啦。就是有时候被我耍的时候，被我惹生气的时候，我会很高兴。就是有一个人，他很喜欢踩地雷，然后刚好有一个人很容易就是被踩到爆炸，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有这种火花，就是踩地雷在爆炸。然后他看我生气，他就会非常开心，然后我就非常生气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那个产妇想要买多一点，因为我怕我很快就中风了。现在人在清境，你看天气超级好的，然后我们这次来就是清境拍那个高山的婚纱。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了海拔3000多公尺，就是拍婚纱就想说啊，应该就冷一下而已，没有，是冷很久。可是看到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。Come walk with me.Oh, and dance, come dance with me. Shuffle your feet, come dance with me. And I will tell you when you're older how I loved you just the same. It only matters where we're going, it never mattered from where.UK.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跟张毅的结婚典礼。
然后记得大家要吃饱一点，谢谢你们，然后记得喝酒不开车哦。就是你，哎，你就是你，喝酒不开车，然后吃饱一点啊哈，谢谢。流鼻涕，好冷啊！